棋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第22届农心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第二局的赛事直播，我是贾刚璐。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著名国手丁烈老师，丁老师好。大家好，棋迷朋友们，大家好。那在昨天丁老师的比赛还是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哈。对，当时因为像洪基彪这位棋手，可能大家还没有那么熟悉，但是我们中方的这个先锋范廷钰九段是名声在外的，而且在农心杯上也会已经有出色的发挥。但在昨天我们范大将军意外的失利之后呢，今天将由日本的许家元八段攻擂。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带来洪基彪九段对阵许家元八段的棋局。那这盘棋呢是在我们下午1点开始的，所以进行到现在其实没有特别多。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日本的许家元八段。许家元的话，在国内的话，日本国内曾经拿到过小棋圣战的头衔，而在世界的新锐比赛当中也两获亚军，有一定的实力。洪基彪九段的话，之前最好的成绩也是韩国国内的亚军，而且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农心杯。但是从昨天的棋也能看出，其实这个实力啊，大家也是非常的接近的。虽然说这个其实洪基彪跟我们还算是一个年代，而年龄确实也不小了，但是这个能从韩国预选赛中杀出，应该说状态还是保持得非常的好。是的。那今天我们就怀着相对轻松一点的心情来看一看这一盘日韩战。好，那这盘棋是黑棋，是洪基彪九段，小目。对，白棋也一个小目。这个小目。白棋。今天双方好像都没有走星位，都没有给对手点三三的一个机会。是。四个小目，开局挂角。对。那白棋也是反挂。然后就飞压。现在的小目好像白棋如果不飞的话，黑棋基本上就是就飞压到就满意了。然后再飞起来。对，把这个飞起来。这样的话就是白棋又是手脚和挂脚，实战选的是挂脚。这应该会挂脚吧，手脚的话因为这边头相对来说比较低，还是挂脚价值会大一点。挂角，然后夹击，对，这也很普通的一手棋啊。是的。但是给白棋留了一个飞压，这一棋就不走就会飞压。对，白棋也是就简单的飞压掉。这盘棋的开局还是相对简明一点，挺平稳的。反正这种定式都也很常见了。是的，战线拉的都比较长。从昨天的棋来看，好像这个执黑的一方他其实就比较稳健，感觉是这种先捞然后再慢慢收束的风格。对，昨天的棋其实也一直都比较的，也差距也都不大。然后现在白棋飞压完之后是选择的拖三三，然后拖了虎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定型的，也是以前的定式之一。这黑棋一定要打上去，这个局面。这个时候如果退可能就太软了一点，这样被白棋轻松安定之后，白的还是比较满意的。这样就体现不出这个夹击的这个子的这个攻击性，所以黑棋打上去还是比较积极的。这个是会形成一种转换的一个定式。对，接下来的进程也比较必然。打吃粘上，让白粘上。这个以前丁氏，我们好像丁氏书上说的都是断嘛。你把这个子吃掉。对。接下来白吃。长。一度好像有这个下法。不知道现在这到底好不好。对，黑棋会不会有反击的可能性？黑棋反击的话，白棋其实也当成一种调子，对，就顺势，对，然后你再贴我，我就再长。
然后可以贴这个，这个以前好像棋谱上也是会出现的变化，也是一个图。总的来说黑棋这个效率本身还是不错的，但是白棋这个棋形好像也很好，而且主要感觉白棋方向不错。白棋这个拆到这儿，这个正好也是潜消了黑棋这地方的一个潜力，方向还是挺好的。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变化吧？对，过去比较流行的。对，现在它是没有断的棋形。虎的这个，单虎。现在这个棋都是虎的了吗？就感觉总感觉效率其实好像很一般的样子。我记得过去好像是在断不太成立的时候也有加的一些下法，还是说一些其他场合？那加可能是。就这个子要什么时候断不成立啊？我说也没有，而断好像任何时候就没有这个子，我断应该也是成立的吧？断可能是不是要怕搬啊？怕搬？搬这个断上去，记得是有一个一子解双针的东西，好像是这个。对，这个一下子就复杂起来了。对，这个好像有点。对，就是黑棋等于同时能够防住这两颗和这两颗棋子的一个争子。对，这个有点复杂。这个。白棋打完再打这个，好像印象中是有个打吃完点的一个变化，也不知道这好不好。但是这个有个子黑的还是想断，感觉它断是更，反正以前还是总是断的。这虎一个能满意吗？虎一个，不过虎一个我当时第一感白棋加一个，白棋实际上是搬，也比较厚重。搬黑的真的稳啊，黑的这个下法是真的稳，体现了他的风格。这个时候这不没有，要是没有这种，现在这边定型，我跟你这个局部揪一揪，你如果吃我打了一粒是不是太爽了？这个你这个我打完一粒跟这边的呼应。如果你打吃不成立的话，你应该没有勇气打吧，打完先挨我一下，这个也受不了，因为不敢，这一下可能拍晕了，这一下可能先拍晕了就。这个可能有点凶险感觉。那不能打的话，这地方长之类的，这样对，有点长。长的话，我可能会去抢这边。是，感觉黑棋通过这个交换，就这边的价值相对就变小了。这个真的有，那他实际上特别就应该是就担心这个，但这个我就拆二，我担心什么呢？我也没。他觉得很大，可能理解跟我有点不太一样吧。他真的稳啊，他真的稳。但是实战这个下法，我们可以进行一下首歌呀。他实战这个打吃白棋拆边嘛，拆到这儿是形成一个这个棋形。这个棋形我想了一下，这个棋不就等于是这个定式吗？啊，就这样吗？这个，就相当于长成这个样子。那本身这个定式，当然这个定式本身黑棋方向也不对啊，而且这颗棋子的效率，对对，就是本身这样白棋肯定也已经比较满意的方向，但主要这个子的位置效率肯定也是不高的。所以整个棋形黑棋下成这样已经是亏的，然后呢白棋这地方就是搬了打吃嘛，肯定不是什么好棋，但你说它亏很多也谈不上吧。也是一种定型。对，就是可能卖了点变化什么，但这个肯定亏一些，挖一下是肯定损，挖一下肯定损一些，但是就是这个子其实关系不太大。对，稍微有一点，但是我是觉得黑的损的比白棋多呀。你这一下，就是，这两下，对，这一下不比白棋这个挖损的多吗？我肯定还是靠损的多吧，这个棋形里边的手段多了。对，本来以后逼住打入高打等等，这一下还是明显亏损吧。所以我觉得这一串交换应该还是白棋得了。而且本身方向也是白棋好，配合也是白棋好，然后这一串交换我也觉得白棋好。黑棋稳归稳，但从效率上来说，我是不太支持黑棋这个下法。是的，可能他因为这规则也是贴六目板，黑棋好像也从容了一些，可能是。但无论如何怎么看，这颗棋子的位置总是不太满意。对这一代的配置来看，整体总是稍微显得有点慢。而且白棋的这个拆边和刚刚丁老师摆的这样拆过来相比，其实是一个双方的嚣张的要点。对，感觉方向就是白棋好嘛。对。
反正这样，我感觉就是白棋打开了局面。嗯嗯，当然洪七彪可能也是一个后半盘，可能对后半盘功力比较深的，可能觉得战线拉长，他也比较有信心。嗯，掰了一下。嗯，就是他棋总觉得就掰一下便宜嘛，就掰一下为什么会便宜呢？这不知道招他搬完 B 这个嘛？嗯，搬一下的必要性是什么？我也不是很能理解这个。他这样的话，以后后续手段是后续是打了利吗？打了利，这然后呢？这样是不知道打了利，白棋是怎么对付，倒也不是很清楚。还是有点对。打利如果能成立是不是还是挺严厉的。嗯，你如果贴贞子都还不利。嗯，贴我直接打完回来加都加不死。对，挡的话黑棋马上一叫吃，倒是也还是有一定手段。 那我这个呢？这样我打完打这个，这样效果怎么样？好像看起来我也黑棋也不是很有收获，主要白棋的头也在外面，白的也还行嘛，这两头蛇眼位该拖一个该活就活了，也不是很怕。嗯，但不打吃的话，我局部好像已经只有打吃。嗯，不是，他打吃是有点后续手段，但是问题是他这个搬真的急吗？他什么时候搬白的不得吃啊？我就直接逼这个，我以后想搬的时候来不及了吗？从逻辑上想，他只能说是白棋一手补住，但是白棋补在哪儿？补在那种跳，不知道啊。我觉得，嗯，反正他就交换一下。其实，嗯，你说他亏也不见得。结果我就觉得卖了一些别的变化，可能是，可能类似这种棋形，也许以后有什么直接走在这一带之类的。对，反正我们可能普通的感觉会暂时先保留一下。嗯，他就先走了一下，也还正常吧。对，但是那么这样走完之后，白棋实际上是把这个大厂，嗯，反正白的没有任何不满，我是觉得白棋这样还是很舒服的了。对，方向上也很满意，然后也占到了这个无忧角，棋局非常平稳，尤其这个黑棋的先招优势啊，就看上去没有那么的明显。对，嗯，我们现在看阵的是许家园。是的，嗯，红旗标九段，嗯，好，那么再回到棋局，嗯，从这盘棋的开局来看，现在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嗯，那接下来黑棋怎么去体现它的先招效率呢？黑棋实战是慢慢的往前推进，一步一个脚印，嗯，不急，嗯嗯，白棋也贴，对，白棋也。我为什么感觉这两个贴白棋这个贴感觉方向也还不错，有种感觉白棋这个贴怎么比那个贴看上去要大一点。嗯，方向上来说这个贴感觉形成了配合，那个贴是个什么感觉？得在这一带，就是你可能未来以后走，但他现在已经慢半拍了，黑的如果要体现出这步贴的效率，要在这要形成势力，要去围空。但是如果在这围的话，显然现在不能跟白棋对围。你如果在这围，我也围，白的比黑的大。嗯，所以黑的其实现在没有时间去体现出这步贴的效率，白棋贴起来的效率就体现得非常的直接。黑棋如果不进来，白棋就一步一步走，这效率有点高。嗯，如果黑棋进来，黑棋就是孤棋，那我这步贴就可以对你产生攻击。是。我感觉白棋布局还是顺畅一些，对，很舒服下的。嗯，对，当然胜负可能尚早。嗯，飞，哦，真的稳。这步棋也不是那么容易想到，感觉。就黑棋整个的下法就感觉偏慢，但是你也是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是真的扎实。嗯，是。如果这么就能赢下来，那确实是没脾气。但是从棋理上来说，还是不是那么积极吧？看上去。
对，还挺颠覆我们对黑棋的印象，因为一般来说黑棋还是要下得更积极一点。对，像这盘棋虽然这个飞也很有价值，但其实看上去白棋因为这边已经有一个阵势，如果再在这儿定型，其实有点两翼张开的感觉。对，因为本身这就很宽阔的一条边嘛，谁拆过来也都是嚣张的点，黑的不拆实战被白棋往这一拆，对，回来一个，回来一个。那这步贴这步贴我就是围棋，我们就是扬长避短，要把自己的子效啊发挥出来，尽量的发挥的高一点，让对方的效率变低嘛。但是这个下法总体感觉黑棋有点不是很搭，总感觉白棋的配合要更加的流畅。对，因为我们其实在没有贴之前是黑棋先定型的，但是短短的这双方两手的交换，其实白棋形成了一个两翼张开很好的阵势，而黑棋的这个贴和这个飞很难说有一个连贯的意图。就如果是现在这个局面这样说，如果说这地方我们看成有一颗白子，我们很难想象黑棋会在这往这贴一个呀。是的，所以你反过来推的话，就这手棋现在就不会往这下了，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对，反观白棋能够同时扩张这边也把这个头贴起来，还是挺愉快的。所以从布局的这个进程来看，感觉白棋会比较舒展一点。白棋还是主动了，等于说黑棋先打入嘛，对，这个攻击的主导权在白棋的手上，白棋就很舒服的一个拆二，黑棋就得逃跑。白棋也跳，是这个调子还是明显白棋不错。从棋理上也感觉黑棋不是很顺畅的啊，跟着跳就是感觉这应该是我们难得见到的一个就是不是特别有追求的黑棋，是一个，对，你说你单看每一个棋形我就感觉每一个棋形我都不是特别满意，如果我作为黑棋的角度来思考的话，是的，这地方感觉也很扁平，这地方你说这再跳一手这效率都是很一般。作为要贴目的一方，黑棋的一方，我们绝大多数我们其实都会认为黑棋的攻击性会更强一点，因为先招优势在手嘛，会主动一点，局面会相对来说主动。这个棋感觉黑棋一上来这个步调确实是稳扎稳打。对，等于从局部的棋形来讲黑棋就没有很满意，而且在每一个这个整体的配合上也觉得它的方向，黑棋就这么捞我也不觉得黑棋现在实控就好啊，也是一个平衡的状态，但主导权明显在白棋手里啊，就现在就是看白棋如果能攻得比较好，那白棋不是就应该能获得优势，就把主动权交到了对方的手上，是看对方攻击力如何，这是一种等待对手看，对对，后发制人，我把选择权交给你，看看你来怎么出招。我觉得看洪基彪这个画面感觉确实是很稳重不慌不忙。但我们看这个许家园的画面也是非常的沉稳。许家园还是挺有朝气的，我感觉。好像现在新一代的日本棋手就跟我们过去对他们的印象有很大的改观，像我们熟悉的枝野胡丸，然后许家园，然后伊利寮等等，其实都力量还挺大的，还很有战斗力的。是的，对。我们再来看现在，那黑棋肯定要处理这两颗棋子，他的处理也是挺。就是非常的中规中矩，不过这个其实确实你说要有什么特殊的也找不到，它就是可能出头也就是这几种，就这几种，或者从，但现在这个方向总觉得怪怪的，但这个又有一种，其实它实战的下法也有点怪怪的棋形，这棋形，也反正也是怪怪的，我就接你，这到底是个什么？就直接接，我就说这个局部嘛，如果我直接来是怎么弄呢？先扎我一阵，这已经飞不到了，对，就不知道你冲能不能冲到。就是我希望能够，如果我都被我交换到的话，都被你交换到，然后再来一下这个就可以粘回去。对，这是我的理想图。
但是我不知道操作起来怎么好不好操作。对，就全走道你可以这个防住这个。嗯，而且虽然白棋损一下，但确实我这两下我这也是挺损的。对，黑的也是。感觉这样也要判断，也是不好说。嗯、对。但总是一个隐患，这棋形并不是很完整。嗯。白棋实战就是靠、哦，就感觉上白棋下的更加的积极主动啊，先顶。顶这个。顶这个脾气再好也不能退了，这个。无论如何都是往前挺进啊！是的，这个黑棋你要说这个再稳也不能往回走。对，而且白棋要注意，其实自己这个地方气也是紧的，所以说在盯着黑棋毛病的时候，自己黑棋不能说有啥毛病，还有毛病我跳这个，我这往这都跳了一个，没什么太毛病。嗯、白棋是为了让黑棋重复吧，可能。哦。然后白棋但顶一下局部的目数是不是应该是亏的？他是觉得这要冲断，要防一下冲断吗？哦，是这样，在防这个是吗？嗯，目数肯定是没什么得的呀。对，就是等于说这个地方。对，可能防一下这个断点吧。嗯。因为通过这个交换的话，你冲断就可以站外面了。是的。对。这里面的对杀就。对。顶一个就防住了嘛，爬不回去了。那可能是这个用意，是这个意思吧。那顶完以后再靠这个。嗯，其实也是在声东击西，因为黑棋这地方比较薄嘛，白棋想看一下黑棋态度，能不能这个便宜两下。对，就通过加强自身，看能不能对这三颗棋子有一个更猛烈的攻势。对。那是这样啊、哦，先刺了一下。嗯，刺一下其实倒也没什么损。嗯，这都没什么，都很厚了。对，白棋靠了连扳，这有点凶啊。嗯嗯，这个不能再忍了，这个忍无可忍，没法忍了，你忍只能退。嗯，这受不了了，这个，我这可怎如果这么下肯定是，脾气再好的可能也受不了。也不能接受，就是主要效率太低了，咱们下棋也不会够，被攻一攻，将来就一粘，这就封住了，这都是白棋的潜力和控。刚才我们说上面还有弱点，得补棋嘛，这肯定不用补了，白棋就顺势成控了，这个效率太充分了。是的，这个再怎么样也得反击，是占黑棋这个红棋标的打吃还是？对，肯定是要这样，肯定是要反击的，对，吃掉。吃掉，我是觉得这个局部白棋应该是亏了吧。嗯。但白棋的好处是通过这几手棋的交换，这地方可能拐打都是先手嘛，就更厚了。黑这地方都没有出头的路了。嗯。是不是要对黑棋有所行动啊？是。在这个地方必须要有所回报，不然的话，这两手棋就是光看局部，白棋肯定还是亏的。是因为本身就算你不下这种比较复杂的，你正常走一个这个地方隐约也是有留有封锁的，或者说你不在这儿定型以后，可能还能尖冲。对，这手段很多嘛，我不靠我将来这种这个地方，你是也。也会有骚扰的可能性，好像也不是很好对付啊。嗯，对吧？就一旦我这里自身没有问题的话，对，而且我头怎么走不好，我就算如果能飞一下是个先手，我也是便宜。就这几手棋明显还是亏损的，对，头也亏了，目数应该也亏了。是它的好处是就是自身厚了，就是目前就能获得几个先手的便宜加厚，肯定是要对这块棋要产生行动。嗯。怎么行动呢？嗯，他也比较简单，就过来就攻一攻，对，堂堂正正的就、双方就好像也就等着对方先出招，还都是稳重型的、按兵不动，看你如何。这样的话，黑棋就是得在这一带得整形，找找眼。整形的话，我们常用的手筋可能是这部点，直接点不知道行不行啊？嗯，现在白棋有没有可能反击？我们先给棋友看，这个肯定是最理想的。嗯，这个如果能像这样，我觉得黑棋还是太满意了，太爽了。上面一打，左边这再尖完、全部走掉，马上就活了。全部走完一飞，嗯，那太清楚了，打完一飞。
是的，这个是相当的满意了。那所以这个棋白的肯定不会这样，对，白棋就算是这个也会比那样好。嗯，对，就算是这样，就算是这样，而且白棋可能也不一定会简单的胡，可能这一带要不要顶什么顶了之类的，有没有什么手段？挖，我打吃倒是挖不过去。嗯，加一下。对，加有没有挖呢？有可能加好像被挖，只能打了粘上。哦，那我这被你挖一下，我已经有点。但如果我粘上，你挡住是不是也还好？那拐进去形成转换，你把我这吃了。对，这个感觉需要判断，这个有点搞不清。嗯，这样。这个我感觉黑的不亏吧，甩掉了一块包袱，对，然后还有很多借用，吃的也不是特别干净，可能，但不知道白棋有没有可能直接顶，总之会有一些，白棋也有别的反击，对，对，顶，所以刚才也在想点之前有没有什么冲了先飞掉一下，借用一下，对，能不能走，整体是种冲，但这个棋撞的可能有点关系，对，跟这边的目数有一点点关系，对，这里边有点手段应该。是的，总之应该黑棋不会轻易的下沉刚刚的两个土，白棋还是想反击。实战它是往外靠，把这定型掉。往这靠，还挺不知，总感觉黑棋的这个方向。还是有点，因为这个出头，他肯定不是想出头嘛，因为肯定也出不去。因为靠的话，实际上这个还挺必然的吧，白的肯定不会搬这个。对，然后搬这个被黑棋断，如果打吃的话呢，这就尝一下，也不尝了吧。就直接反正这是出来了，出去了肯定是成功了，白棋肯定黑的肯定是满意。对，白的不会搬这个，白的搬外面。黑的这肯定藏不出去，因为这打吃是绝先。打吃呢肯定会提，不能粘了，粘这还有借用，提掉更干净，然后白棋压住。黑的肯定是看见这个了，就觉得交换几个不亏。这光看这局部肯定是亏的，我觉得。但是黑棋可能觉得白棋拐打掉一下，对这边的时空地方它会好一些。因为本身这个棋如果没有拐打这下的话。这个地方我打完了，打你是走什么？你如果提的话，我这一冲。有手段。黑棋这个三个子是死的，这地方的目数还是有些出入的，就白棋可以吃这个。对。你立也没用，你我也是冲。对，关键立的话已经上面又被打一下，对，所以黑棋的所得呢，就是白棋这地方拐打一下，其实黑棋的目数是有所得的。但是这个本身。以一个官子嘛，你折半算所得也没有太大，也没几目棋。这两手其实我是觉得里和外的交换，让白棋对损外面一些，但他觉得这两个子对做活也是有些帮助。接下来肯定是要去做眼了，这个肯定是该面对的问题，你总要面对的这个。现在能不能冲是后手，现在现在冲我觉得白棋是绝对不会挡了，是的，白棋要先动手，哪怕我就顶你一下，你是绝对不能跟我转换的，对吧？所以这冲肯定冲不到，冲不到呢就代表着这下飞不到，那就直接点。对，而且丁老师如果现在再下成我们刚刚摆的这个转换的图，那不行，这两下黑棋的损失也是非常惨重啊。对，那就不能转换了。对，所以可能黑棋现在自身的这几个棋子变得更重了，就他不能接受可能一些转换的图。对，那他实战是就跳一个，真的是反观无恶手啊，这个简单也是一种选，也是不错的选，就是特别的简单，特别的黑棋的下法真的很简单。对，所以其实这样的对手也挺不好对付的，因为他其实你感觉他缓吧，但是你还是要把每手棋都下在目上，或者说你得对他有一定的收获。就是黑棋啊，红旗标这棋的给我的感觉，他是力求不犯错，不是说每手棋追求最高的效率，他是把每手棋这个反正就很中规中矩，就及格线，每手棋达到一个及格线，他觉得就很接受。
怎么说呢，可能也是一种风格，但从棋上来说 现在这样的棋手好像少了一些。对，人家说这个拿世界冠军，咱们的一线顶尖的棋手棋的著名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紧，棋很紧，招招要求崩的效率都崩到最高。是的，像他这种感觉棋下的比较松弛啊，这还就这么跳一手。我们一直在想办法整棋形的整形啊，有些追求形状的要点，怎么样效率能够定型的好一点，就是这么简单的跳一跳。确实今天这盘棋两位好像都不着急出招，感觉都还挺但是我觉得白棋不出招是正常的，我其实很少见白棋先主动说特别着急嘛，因为先招优势总是在黑棋的手里的，对，主要这个棋白棋时控又不差，白棋也没有必要特别着急。是的，因为从流程上来说还是支持白棋的。对，这个棋白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该刺一刺了。这种可能其实感觉现在白棋有这个关以后，就是这种一般也不太死，不太死。就刺一刺怎么样呢，简单看看，如果说是这样我就刺呢，刺完了跳是吧，对，你这个眼在哪里呢，当时也没有想过要杀黑棋啊，活肯定是活，刺呢其实也是想让对方活得可能不那么舒服，重一点。对，白棋其实也是争个先手，然后棋我觉得这盘棋还是很漫长的，黑棋总不会死的。做活之后就看白棋能攻击能不能获得一点点利益，因为黑棋现在这么个下法，我觉得时控还是会有点优势，但优势不大，白棋如果能通过攻击往回找补一些，获得一个先手，我还是觉得白棋是局面更加的生动的。而且虽然说黑棋我们觉得它肯定能活，但是真的这个时候怎么定型也还有一点点的，对，没那么简单。我们看到它是刺完以后选择的刺上面，刺这个，反正就是要刺，各种刺，你不出招我就刺。刺完呢，刺完了自己得来一个。可能是补一个。咋补？但这个棋形可能不在这儿，不在这儿。补在这儿呢，就感觉这边有眼，确实是尖一个。尖一个，有可能。这个棋形不知道在哪里。有可能想过尖一个。是这样啊，他是觉得让你在这个地方拱眼。看你想想办法，这地方拱眼其实是有点痛苦的，因为这地方拱眼的话会损及外面。是的，主要你这个不是啊，你这个你不能让我冲断呀，你得补啊，你这个怎么个补法，我也不知道，还是飞吧，飞吧、飞我有没有靠死你啊，这时候我已经不一样了。感觉挺犀利的，好像走不到了，有点这不太对啊，因为我这个很重，飞不到，我这个棍子这肯定飞不到啊。那我不可以，那你不可以怎么补啊，就粘上以黑棋的这个棋风这个，那我觉得我这就算走一走，我觉得黑的眼型也是，这确实啊，我都快有想法了，虽然不知道不在哪，就这种对，我就说着空，往往这种时候就危险了，当你有想法的时候，我们下棋往往是吃有也行，也行，不吃也行，这棋反而不好操作。对，可能黑棋就等着我这种，但是黑的这个我感觉总不太对吧，这根棍子你说它效率能对吗，这根棍子效率不太对。对，只要就是他两眼做活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白棋的这些字都是还是带着木的，白棋带着木。所以可能是不是黑棋也不这么简单的粘了，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办法，不粘怎么办，不粘就换种棋形，什么靠退也好不到哪儿去啊，而且粘这个棋形靠不到哪儿去，我就跟着你走嘛。对，就这样，我就粘上，有什么用啊，这棋形感觉更难看了，还是不伦不类的，而且这样我都不好意思粘这个了，感觉对，就
不伦不类的沾上局部也活不了了，这真要死了，这样是真的已经要死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感觉上，因为简单的看，其实这样定型，黑的活起来就很委屈，而且可能一不小心走一走，这个眼型还有问题。但不走，好像其他的也都不是那么舒服。看不到什么，除了粘，真看不到什么其他的，这能干嘛？对，然后我们今天这盘棋也是可以一直跟着进度的讲，还是真正意义上的直播，还是挺好的。现在的话也是两位棋手每方一个小时的用时，大概进行了1小时35分钟，所以双方可能如果平均的话，各自留有10余分钟的一个思考的时间。确实农心杯一到读秒以后就特别的精彩，总是会有很多的故事。对对对，主要是读秒，对，一分钟就一次。而且又是这么重要啊，然后大家下每次下这个三国的这样的一个擂台赛的时候，肯定这种荣誉感和为国争光的这种会更加的重视这样的比赛。现在黑棋还在思考，确实今年的疫情也是让我们的棋手大部分啊都是在进行这种网络上的，因为涉及到世界比赛的话，对对对，都只能进行这个线上的对局。看到他还在思考，确实思考就是我不知道能看出什么还有什么呢。我们已经帮他想了这个虽然他那个凑的镜头已经凑得很近了脸都快贴上，因为这个感觉不太像了，我太俗了，这个太俗了。然后呢，然后还是要，关键是其实黑棋走个先手也不知道要干嘛，因为你可能粘上我也是要补一个的。对啊，哎，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不粘还能走什么呢？这期难道这个不要了？不要了，转身不要了是可以不要，但是这亏呀、啊，怎么转转不动了？这我刺刀跟刚才不一样了，刺刀你爬不回去了已经。是的，等于我们看跟这样的棋形的时候，我搬白棋猴到了一下这个地方。我搬都行了，我走哪儿都行。对，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搬完爬都。这样好像最简单。这黑的是已经点不了了。这个手段已经不成立了，消失了。各种挤都是俗手。再拖一拖。哎，这也不像啊。没用啊，关键我要干嘛呢？我这还有中队。除非你就那个子不要了，我就不粘了，不要了。那不要了，这棋不像吧？这个太大了。这我感觉。好像白棋这块空已经追上了之前，主要黑的可能还是后手活，你看那补子挤完吃，怎么后手活？白棋再把这一抢，这个马上再走一走，好像这块太可观了，没什么办法，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得粘吧，这棋不粘做什么？已经帮他想了很多的办法，靠一靠，但就跟着我硬，我也不知道黑棋有什么用呢。没有用，没有用。可能虽然不舒服，但是不是还是得接受这个现实？不舒服，其实早就不舒服了。我不知道洪基彪他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反正我们看棋，我就觉得黑的肯定不会舒服。对，黑棋的这个下法总不像很舒服的样子。是的，被动，就自己一布局，经过这个大场的这个交换，就陷入到了一种被动的境地。是，问题不是出在这几步跳，之前的格局的问题，布局的问题，我是觉得还是太慢了，就太慢了。而且我们都说，像这种大模样，就如果是对围大模样的话，都是尽量希望对方先打入。那么这盘棋很显然就是黑棋作为先行的一方，并没有经营出一个需要白棋进去，反而是你自己就是一点攻击性都没有的去破白棋的阵势，这个在布局中应该算是明显失败的。所以整体看下来还是觉得黑棋的整个这个布局可能
就气我们他慢，他不是一手两手，我就觉得好像一直这个虎啊打吃啊，然后这步贴，主要这步贴我们现在可以来反思啊，这步贴跟白棋这个贴、现在进行了那么多手跟那步贴有什么关系？白棋这步贴引领了局面的战斗，抢夺到了主动权、黑棋的那步贴你要是现在来看那就叫脱离主战场，有什么完全没有任何的联系。好，那我们看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就是斩，想了半天也只有斩，就是再贴近屏幕这也看不出花来啊，这不只能斩吗？我不知道白棋下一手什么，我们感觉好像小尖是一种棋形，对，但其实可能他根据他的侧重有可能是倾向于上面或者下面、看他的定型补在哪里，但是总是要走吧。其实不补你也不是说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棋，其实走是为了灭黑棋的眼，对，因为不走的话你无非也就是在这一带定型，那感觉上黑棋可能通过一些手筋活了嘛，就对，这是就是在这走其实灭黑棋眼的招法，对，而且这个样的话我们刚刚说如果黑棋是在这边定型，那么白棋以后这一冲这边黑棋这个子是掉的，所以这个本身也留有一个手段。你看他是战士怎么走，还在想，看来感觉上小尖是个棋形，反正主动权是牢牢在手啊，就看你怎么这个把它转换成利益了。对，白棋攻击还是想获得点利益还是不难的。黑棋现在实控有多少？这实控真的好很多吗？这块控15目强，右上15目，这80、17，32加上这个，大概40目吧，全盘是有的。白棋的话，这边是它的主要的实控。如果看成这块控。20目总是有吧，对，我觉得总这一线吧，这一线应该至少是我能围到的，也20多了，加一些将近25，这5目棋应该有吧，30目棋，就实控上来说，黑棋也就盘面10目嘛，对吧？然后如果白棋攻一个先手，该白棋下，这中府我们刚才都没点，但千万不能小看中府的这些潜力，这都是白棋的这个暗目，白棋形势还是优势比较明显。这棋白棋还是好下，对，接下来看白棋怎么在这个地方定型。两个人这么同步吗？对，一起挠挠头，是的。这个说到抓头发，好像我们的柯洁也是一个典型的。我看他有棋友说当他揪一揪他的这个头发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好的灵感。对，棋手其实都有自己习惯性的小动作。是的，看来这个是个不错的方法。这个好像表情非常的丰富。是的，徐家言。并了一手。这个选点啊，他更在意这一代的定型。这有什么问题呢？这怕什么？这个的话我一点就给你眼是吧，就这个只能说这边变硬了一点，就是说如果是什么类似这样尖或者是什么的棋形的时候，对，可能这个好一点，但很明显这个地方是留了一个点的手段，但点完确实不好操作，对，白棋应该不会挡，不会挡就粘上，挤我可能也还是要粘上嘛。这个眼也不给我，你一时半会儿你回不去嘛。对，始终有一个这个手段，这个那我就再拐下来。这还是欠着一靠，还是有点这个局部这棋形黑棋应该是活不了的吧，就算你爬到你也活不了吧。黑的有没有可能再用？太苦了这棋，黑的拱一拱，那没招啊，这点又不会亏，点完挤肯定是不会亏的下法，没招了这棋。黑棋就飞一个，飞不到，飞摆的还会挡吗？总是有反击的心情。我觉得不会，我刚才说的这个呢？对啊，闪，这是什么？这黑的是在送吗？
这因为我不能这个嘛，这个被一冲死了。那我这个我也很好笑，这个我是啥意思？啥意思？我是冲还是把你？你是在骂我？我感觉我不会了，不会了，这个什么意思？现在该我下，我过于幸福了。怎么感觉走着走着，我们虽然一直说黑棋不会死，但是下着下着感觉眼没了。我死是不会死啊，但他一直这么跳，他一直在跳，他也不整形啊。是，不是这个靠一个不是很眼见的一个。对，那还有什么办法呢？冲我长啊！就我要干嘛呀？我不知道你要干嘛。我形成了一根棍子。哇，你这根棍子就不行，这我后手了是吧？越来越棍了，我只能这样。这又是要干嘛呢？那我又是。这期能活呀、啊？这期上哪儿活去、啊？好像很哎，对啊，那这个飞又是什么意思呢？感觉今天黑棋的招法始终是有点离死真不远了，再下下去。嗯，这还能怎么办呢？这你看，那靠了，徐家园就靠了。对。嗯，这招棋又不难，这招棋眼见的一个弱，这。不是我们觉得现在要摆正位置，不是说黑棋亏多少的问题，怎么活？啊，我们先，我就说黑的要活，你告诉我现在怎么活？嗯，咱不说这目数好不好，亏多少啊？这棋怎么活呀？不知道，我刚刚还指望着黑棋就是惹急了用一用这种先手，但是随着白棋。就是如果这代还安定的话、不是连这个都没有了。对，白棋活了，你挤我都从外面去了。嗯，这是，就是这样了，是吗？啊，这是实战。这是什么呀？这是。现在该白棋下。这是实战吗？我们先看一看啊，这个，因为是在。线上下的应该摆错的概率比较小吧？这许家园挠头是在替对手挠头吗？他有点懵了是吗？黑棋现在冲完粘上，就是淡淡的是吧？粘这个很淡定。我太佩服这黑棋了，就是我连成一根棍子，你就不能拿我怎么样是吗？然后冲一下这两个，然后呢，比如补一个是吧？然后现在该白棋下，我长应该可以吧？莫非我下面有没有什么妙手？我也看。回不去，一时后手一只眼。我回不去哈，实在是不够长这个地方，这个回不去吧，真的，好像我是看不出来的。直接大飞，大飞我就靠大飞，我直接走什么？我靠你靠回不去，我就直接靠。啊，不像能回去的呀，这个棋形不像。怎么不像？对，我已经在这个一路各种。不是你不回去的话，这地方是后手一只眼。你要在这儿做先手一只眼，逗我呢？这棋是什么情况呢？这个感觉快打卡下班了，这黑棋。对，这个是，这难道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有什么？这有什么？像这他要是能有什么手筋我。这后手一只眼，好像真的是，因为就这个是最像的了，已经。这其他的都不行，其他就简单的冲了阻断嘛。我们看这个是最明显，对。然后我尖你就尖，这都没用。拐吗？拐弯回肯定回不去，你就做眼嘛，爬一下做，反正后手一只眼，这也没用，最多拐一下，有什么用啊？对，白棋现在这个子位置比这好多了。白棋这个棋现在，如果他。确实没想到黑棋往这飞。对，现在白棋这个位置就比这个地方可能差半只眼。对，不，现在真的是要死了，这棋这是什么情况？不死也不够，说实话好像真的没什么办法，只最后的就外面挣扎一下了。这什么情况？这黑棋这在下的是对，但是现在，但是看他画面还是很淡定。嗯，都快死了，就是下成一根棍子，怎么还这么淡定？简直完全就是一个，等待对手犯错的心态啊！这是勾引你来吃我，就是
反正你本来不想吃我，我就吓得我很危险。我这是很少啊，咱们职业棋手就是顶尖棋手，很少说把命运交给对手。嗯，我能不能赢，看对手下的够不够好。因为高手下棋跟咱们业余棋友还不一样，业余棋友可能谁犯的错误少，高手下棋比谁下的好，谁下出了好棋，掌握了局面，控制了主动权，谁能获胜。这盘棋黑棋从头至尾就把主动权给交出去，交到了白棋手里，能不能赢就看白棋的攻杀的能力。这个确实是一个挺微妙的心理。现在我们看到画面是给到徐家元，因为确实我们虽然也觉得现在黑棋很危险啊，但是他作为对局者嘛，他肯定要找到对，但是最好的一个，他就怕这个动杀心啊，动杀心的话。动杀心就很麻，你一门心思吃棋，那我可能就干脆这个。是，但这个我觉得职业球下不出来，总想下这种棋，还是给自己留点退路吧。对，但是这个棋呢，就不知道搞完断冲断，就跟这种跟你，就如果有一天在后面的战斗当中，哎，这个断有关系的时候，所以它其实特别麻，它这个补棋方式就是，我觉得没有下不出，下。哦，说话间，那就明显了。这步棋那就是要吃了，表明了一种态度。杀杀，嗯，杀。那这个就刺激了，就在这儿了。这个棋很明显，大家可以看到，从局部的效率肯定是比长一个要差很多了，对吧？那往这儿走，唯一的我们刚才也分析了，扎实，没有就后了，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那。因为确实是看不出来怎么活，我也不知道黑棋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如此的淡定，就好像也胸有成竹的样子，我是不知道怎么活这棋。是的，后手一只眼，你搞我怎么活？我们反正现在已经知道了这边的故事，后手一只眼，就这边我们来帮黑棋看看先手一只眼在哪里。但黑的真的好重啊，这个棋形就是。一点那种转身的余地都没有，就是只能在这儿看怎么拱一拱，看怎么拱，这往哪儿拱，这就往前拱，我就刺啊，再来这个棍子越来越长了。这个黑的真的是棋长一尺，无眼自活是吗？就不需要眼了是吗？这样，这是这我怎么觉得这走一走哪里有眼？那你后手一只都没有，你还先手一只啊？接。哎，我还想过这个，对，今天是想过，感觉更生动一些。但是我就想问，然后呢？对，下的也挺快，这两步棋非常快啊，下的都。白棋跳也下的很快啊。对，我觉得这个时候还其实有点纠结，不过他可能是不是觉得，这时候双方离读秒应该也不远了，说不定有人都已经读秒，有可能。如果有一方下的快，另一方就已经读秒了。两个人，反正。时间也不多了，该读秒了。是。看看啊。我是不知道怎么活。这难道下面有什么妙手？尖嘛，这棋还是什么？靠靠这种是。如果立，倒是感觉还。有一点点。不，你要真是说那种赖皮劫打劫活，这棋也不能赢吧？做个打劫活，也不行。挡住啊，不就是拱吗？就拱呗。拱出点啥的呢？立。白的刚才是不是搬好啊？这样。能不能搬？如果是这样，我肯定更好，是吧？感觉会更好一些。可能我力有点松。先手一只眼也太难了吧？这后手一只眼，我觉得有希望搞一搞。先手，但是我赖皮劫是不是有点希望？怎么赖皮拱一拱？怎么拱？你靠我就挡住，顶我打吃没用。看一下，顶我可以打。啊，走不到，没有用。哎。我这样是不是我的赖皮姐就好意思赖皮了？好像也不好意思哈，这还是软。怎么赖啊？搬这个再搬完搬这个。我这个外面哦，就是外面怎么赖？我几都先手。我这也太赖了，这个好。我这有点过于赖了哈。
主要你赖完这个实控，我们刚才说黑棋实控优势又不大，不是说那种这棋活了就一定赢得起，活完白棋继续跟你收，赢在哪儿啊？黑棋全盘就四十目棋，怎么就一实控也？白棋随便走俩，我觉得黑的控都不够。对，不过从这个黑棋还能思考来看呢，也许可能是白棋先进入独苗，现在黑棋还能够想一想。对，因为刚刚我们看白棋的这个跳是下的比较快的，他估计也没几分钟了，也快了。这个时候想，主要尖是比较像的吧？这种的话，我就呆呆的。哎，我呆呆，你倒是顶我一个。我各种呆呆都行啊。这样我行，这样这个先手，这有用？这有啥用啊？对外面也没用哈。这个好像如果能被我刺到，你要是这样。感觉不像，我给你个后手眼就算给面子了，就里边给你只眼，这样有可能刺这个呢。对，我感觉好像我刚刚那个定型不太好，不太满意。这样啊，刺这个你也是粘上，那你还想先手一只眼？那我就这样。你总是双好一点，我就算全挡住你这个东西。那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多玩一挤，还有点，这好像还有点像的样子。不给你连扳。然后呢，像归像，也只是像而已。立完了一路跳。nice。立的时候，我首先我不知道这个你还能不能硬。就挡住，还是能夹过。要不要这么顽强？这倒是还，我还真的是可以加过，好像掰。哎，但也没有，不太好操作吧？不是的，不应该加不过吗？加过虎，你是要立吗？不能吧？你立没用啊。哎，你我顶断，断完了挡住，加完一立，这个我就指望着这个了。就是我现在面你一眼，你加完一立。联络了这个图，我刺你双我应该粘吧，我如果走别的你冲断有点乱。我粘上你双，我飞一个，飞一个你也尖顶，差不多是吧？对，这样你好像活了，有先手一只眼。跳，对，跳不着行不行？行啊。总感觉其实黑的不太像，感觉个这好像黑的死了。可以跳，还是挺危险。但是飞的飞也是一种，刚才也想过这期要不要飞的，飞主要那我飞我就挡住嘛，那就我就是我贴回来也比我刚刚被扳好一点。对对对对，就算是这样吧，这个图还是总觉得这边有点味道。可能我如果跟你上一些俗的口味处你看看，再横你，再拐住，这个你不要总跟我来什么连扳那种。扳粘的话好像是这样不行，我这都走不到了吧。我扳你还可以打把我打把你好不行吗？打把你扳完虎这个是吗？虎这个我立啊，断贞子你有立，强行蹭出，哎，好像活了。这样这样好像有活头。主要这个征子不利，好像有点我这个可能是比较直接了，这可能有点俗，感觉上白棋总有更好的下法。具体是什么呢？哇，但这个确实是挺考验两位棋手的，就在读秒当中啊，有这么多的变化。所以现在确实也是到了胜负处啊。对，那这个其实我觉得白棋还是更从容的多，不见得一定要吃。但我还是觉得我现在有点不知道跟这手棋有啥关系，我就觉得白的要在这儿就更从容一点。对对对，就总觉得自己有一个那个回头是岸的机会。对对对，这个在这儿吧，就确实觉得不吃它有点没面子。但是可能真的要这样吃棋也是挺有风险。对，但这时候就考验优势的一方他这个患得患失的这个心理啊。对，应该说到了他自己很难的一个时候。因为
麻自己，就是这也行那也行，我走哪儿都行，我到底怎么办？对，就不怕这种，就是比如我孤注一掷不够了，我就拼了，或者说我很知道我也吃不了你，我就受控呗。现在等于是一个吃吧也挺有把握，不吃好像收一收也可以，就是他要下定一个决心。嗯，那这个棋现在也很关键，这局部的计算也挺复杂，咱们棋迷朋友们也可以跟着局面自己先想一想，白棋大概局部应该怎么去面演更好。好，那我们也留一个悬念，稍事休息一下。留意信号，更多精彩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欢迎回来。那您现在收看的是洪基标九段对阵许家莹八段的农心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的赛事直播。那我们刚刚说到，就是现在这盘棋应该说焦点就是这块棋大龙的生死了。那么刚刚黑棋是飞在了这里，然后我们说白棋也是面临很多种选择啊，可能比较容易想到的比如说跟着挡或者是并等等的下法，那不知道棋友们可能在这种局面下会怎么选择。我们刚才是看过一个冲完并的下法，对，这个是比较就是直接的，因为冲的时候如果黑棋腾挪的话，冲完利你应该又活不了。哦，就还是我们说黑棋要完成一个先手一只眼的任务。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现在必须要联络，那你就拐。对，这样我如果做眼，如果是这样就都跟着你硬。对，如果你现在去这边做一个后手眼，假设我去做，这是打劫活了，这是现在有只打劫眼。对，单立这样打劫活了。对对，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现在要进去。对，脚里有关系。对，不是我们可能有的棋友能够很快的看出来它是一个，但是现在被黑棋提到这儿以后，就有个扳，有只眼。是，所以白棋这样的局面就是如果不能尖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可以单立。对，这样当你挡的时候，然后扑了打吃，是个打劫火。对，这样。打劫火白棋其实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个劫黑棋本身劫太多了。对，这还有点进来了，点脚上这个，这样的话白棋实控损失还是很大的。这个图有风险。对，那在粘的时候有没有更好可能？有可能不让你粘。我刚才看了一个图，就是你靠的时候我挖你。紧凑一点，这样。这样如果我走这个的话，就如白棋所愿。这样好像连后手一只眼都没了。然后这另外再拐打。这样是这个好像死得太清楚了。对，对。那挖的时候还有什么办法吗？挖好像就没有什么了，因为如果走这个的话也是一样的道理。我就立就行了。这样还原了。对，那要么就是我就吃这个，那就是另外一个图。那其实就跟挡有点差不多。对，就挡我们刚才看了一下，我们摆了一下并，其实刚才没注意这个，就我就直接断呢。对，因为眼见的比如这是你的权利，对吧？但这样之后你的眼在哪里呢？因为你虎就一看起来这哪有眼。对，跟这边也没什么妙手，因为白棋的气不是那么的紧。好像这个怎么有？对，没有那个字。这样白棋棋形没问题啊，这有什么问题？一点问题没有。那眼在哪儿？眼没了呀，眼哪有眼？因为如果能够冲断成立的话，这个就是白棋首先解决了自己外面这块棋的很多担心。这个棋是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黑棋是渡不过，但它有个打劫渡过的这个手段。我其实我之前是看到，但是后来就把这个想法给他打消了。打消了，我觉得这个这样过有点，这个下法不到万不得已，总觉得是不能启动的。但他现在确实是活不了，只能靠这个。他就来了，他应该是就来这个打劫，他局部有一个打劫的度过。其实我之前看到过，后来就觉得这跟
度过也没啥区别。嗯嗯，但还是确实黑的得靠这个。嗯，杰他总是能打赢的，他靠本身杰还是能打赢的啊。那这样的话，黑的也是能活，战线就长了。白棋外面连走两手。嗯。关键可能黑棋本身解比较多，就白棋可能这样的解，这个、全是解，这里面。而且白棋的这下法有点损目了，而且白棋这手棋还是粘在这儿的，它没有长，嗯，它粘在这儿的，亏了一些。然后这个定型下法还损目了，黑棋是不是这个下法？我觉得还是有点东西啊。但总感觉这个劫就是因为黑棋是。聚众无比，总感觉白棋外面是不是我感觉黑的打不过白棋，如果白棋上的空间就上冲断的，冲断的话我觉得黑的打不过白棋。我觉得就从棋形上看，如果黑的是靠这个活，我还是觉得有点勉强感觉。这个没路了，无路可走了，只有这样了。对吧，是只能这招了。嗯，那我们就看打吧，我们可以给他预想一下，就那这都不用靠了吧，就还是靠掉，靠的就重一点，重一点，对，吃的爽一点路，想靠，我不知道靠不靠，嗯、很麻呀对。对，给大家看一下区别，就靠呢，就是这样。首先，这个劫黑棋就重的已经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个。对对对。这个被消劫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粘粘哪个？粘这个好点。你粘这个，我还扑你一下。对，嗯。就是反正消劫的时候是被消到外面的，这样我倒也有可能消到里面。不，黑的是这个劫绝无打输的可能，打输就直接起立、就是、怎么着必须打赢这个劫。嗯，那白棋还是别靠，怎么着都打赢这个劫，靠还损了一目棋呢。对，本来是这样，别靠了、就是、别靠了，这个劫就这样嘛，白的不可能打赢这个劫。而且我这样多本身劫吧，就我单走，我这个还能当劫材、啊、你还要靠完打这个、嗯，我可能还是单吃劫材，嗯，劫材好。但是话音未落，他怎么就靠上去了呢？靠上去，啊、靠上去单体啊、也是两枚本事，那也行，也可以。劫是一样的，嗯、靠好靠靠行，想靠想靠，吃起来爽。行，就是看他的吧。总之，黑棋现在是只能靠这个打劫了。嗯，来吧，黑找劫吧，找这枚劫，找这枚劫，跟现在跟眼也没关系了，你这个东西。嗯，然后打吧，一会儿还要考验一下、嗯、我可以给他摆摆这劫，他的这怎么个招法我还没看明白。虎吧，虎退，嗯，这哦一样的，那还有劫不亏，扑一下哈，反正你也不会让我打赢、嗯、对。嗯，我看这里我能抓出几枚，一枚断完力没了，三枚没了，挖一下总有吧。那我是不是先挖粘？挖粘，挖粘是后手。对，我先挖粘。先手，先手是先手吗？不一定，我提到这儿了。啊、哦，挖一下也没了。不好说这个。就四枚，可能外面我主要这个地方我不知道黑的怎么找啊。拼死的话可以跑两下，嗯，跑三下可以。一二三四热气，不，你先里边四枚先打着，然后呢？啊、那黑棋还是劫，就看白棋会不会冲断了。白棋如果冲断怎么办？白棋一枚、两枚、三枚。不是你，我这你冲断都是啊，一枚、两枚、三枚、四枚、五枚、六枚、七枚，是十枚。哦，这个地方就这么多呀？就冲断你脚不能要了嘛？大概是，我觉得最后下沉的一个、嗯，我给大家看一下，最后的结论应该是黑棋打赢这个劫。而白棋呢去冲断把这个吃了。嗯，我的冲断应该是最大的吧，冲断嘛，它得粘嘛，粘上，对对对，粘粘粘粘上，然后我爬不要了，就不要了是吧，然后白棋把这个吃了，黑的把这个劫打赢，大概是这样，我们可以来判断一下这四个兄弟。我有点，这四个兄弟黑之前打劫可以这地方是不是弄一个，行，还能，我们看一下吧，还能活呢，这样，嗯，走得到吗？走不到。走不到。你找劫的时候可能能走到。找劫的时候会不会被搬？也不好说。啊，就算你全走到吧，像这样。嗯嗯。这是黑棋已经很能接受的图了，这样是不是黑的还可以啊？谈不上。这样。十五目。分析一下。二十目出头。黑的不到四十目。嗯。这块棋，十目左右吧。
石墨棋总有吧。嗯，一然后就加就差不多，石墨应该有。六块棋16目，至少26了。嗯，5目总有吧。嗯，30出头了。嗯，我把这糊一下。啊，该白棋下。应该还是白棋好。因为输刀的贴上去了，感觉。黑的40，白的30出头不算中间。对，中间。中间点个石墨，讲道理不过分吧？嗯，我给自己点石墨棋，我其实就现在就还该白棋下，主要是这期还该白棋下，感觉上不行啊，黑棋感觉难，还是难。嗯嗯，我看一下实战，看看他，难道说他劫财能够撑得住这个角吗？撑不住十枚吧，我觉得你怎么撑你也撑不住十枚劫。看看现在是，我们看一下现在的进展是等于说，黑棋提劫，白棋打吃，然后黑棋。然后白棋提劫，嗯，然后白棋提劫，黑棋拐这个，嗯，这里是不是还能有几枚劫？能有，也不多了。打这个是打这个，难道也是啊？不像，可能只能，哎，我转去打这个是，我不将印在这儿，我可以印在外面。嗯，现在看白棋怎么找劫。白棋，对，白棋其实那铺一下呗。嗯，反正你也不能让我输，对吧？就铺一个先用着呀。哦，所以说把白棋惹急了，他这儿还可以再找。我不用搬，我就顶一休息了嘛。嗯，就我还是有劫的。嗯，就这一枚两枚吗？嗯，主要白棋就是冲断啊，除非有一个图冲断你吃角。哦，哎，吃角有可能。吃角，我打完长完搬这个，你真的比在外面好吗？我打完长出来你不能再硬了吧。嗯，吃角也是，我觉得吃角其实我长出来你这几个子已经我这一道通天后世是没了呀，这也不好。看看白棋怎么找劫，现在白棋两枚本身劫总是先找了，对，这没什么可想。现在双方应该都读秒了，棋局进行了2个多小时了，应该都读秒了。我们是60秒一次的一个读秒的赛制，所以从对局者来讲，他肯定会读到55、58，至少准备在下。对，我们看看他的这个表情，哎，是不是准备？嗯，这应该是真的挠头了。现在确实白棋啊，白棋对，果然是先找本身劫不亏嘛。对啊，因为你找这个劫，看根据。黑棋找劫的态度更有余地，就不因为黑棋现在怎么找劫还不是很明确，但黑棋找完之后呢，就可以根据黑棋找劫的方式来计算出劫几它还有多少劫。对，等它定型你就好去计算了。对，这样你就能决定我这边到底怎么定型。嗯，怎么定都行，其实我觉得，嗯，还是胡没办法，这样就是。眼见的，就算我能冲一下、挖一下、再断一下、打一下，这是1、2、3、4、4枚。然后就算我给你拼了5枚、6枚、6枚、7、8、9、10，哎，那我倒是还有10枚，10枚。但是白棋这还有1枚。然后这样，如果是1、2、3、4、5、6，啊，太多了，太多了，7、8。啊，不行，这个好像刚好这个棋形一个大头鬼，这个白棋的劫财好像劫库啊，鬼挡不住。嗯，对，看这地方白棋不可能消劫吧？这个消劫太不，就是现在下到是黑棋虎，但我想白棋这个不可能不退。嗯，我们看看他实战的选择。因为眼见呢，我们一直说这里有一个劫库，这有啥选择的？这还能走什么退啊？就我觉得就打嘛，先找也行，找那个也行，找啊。走就是了。对，就是冲断嘛。我们刚才也判断过了，棋我们看清楚一点，就判断过了，就冲断完继续收棋呢，肯定黑的还要继续收的，但是差距应该是不小。对，可以给亲们看看，因为刚好这个角上是一个黑棋局部，本来就是大头鬼才能吃掉的，所以这样白棋等于是劫特别的多，
因为我力太多了，你只能走这个，然后我打完了再倒扑，然后跟着收气，都是节菜。嗯，这太多了。但我还可以不管搬在这儿，你搬的时候我来扑你一下。对，太残忍了。这边是等于白棋刚好有个劫库，实战他就是先冲一下，你好，他没有找那个，冲一下也差不多，应该就是会下场我们给大家摆的第一个图，就黑棋可能这一块安定，然后他觉得这口气不想撞的还。用不到这个劫，或者他可能保留撞，没什么好保留的，撞一气，还是冲完然后看是不是踢劫。哎呀，这是黑棋真有没有劫啊？应该是劫吗？是不知道，爱硬不硬，不硬反正能接着跑可能。对，但是确实白棋把这踢，让他跑一跑也挺舒服的。其实，我算你是劫吗？你也损木了，你是点还是挖？好像也不差这一枚劫啊。果然是先走这个，问一下。肯定不能这样找，这是十枚，确实是十枚。关键是打不完啊。顶还是提啊？顶吧，白的也不差这一枚，好像顶住好一点。对，不差这一枚，给你一枚。应该会顶，因为眼见的这个顶跟断有关系。对，顶完跟断有关系。对，因为你这个子如果在这儿的话，断完长出来被跳住了。顶的话，说完真的提了。真的提吗？我还以为他不差这一枚劫。感觉上是不差这一枚。不过他也有可能觉得这个棋，如果你是让我从这边出来的话，我这边劫也是非常的多。他可能觉得如果都下成这样的话，是劫特别多，就是因为劫多，白棋长黑的只能脱先嘛。那这个子也是放这好。不知道。因为放这你长，我肯定脱先，你搬我跳，不然继续跟你战斗。我觉得。总是想放在这儿，因为就算是这个图，我感觉黑棋能够飞在这儿也白棋也不如刚刚那个吧。这个棋有点，我觉得还是尖顶吧。这棋白棋是不是要弄死黑棋上头了？但我觉得棋还是有点不冷静，感觉棋黑棋提劫，白棋断。 对黑棋只能吃脚。对，黑棋这时候只能吃脚啊。白的是劫财上，觉得这样能弄黑棋还是什么？黑的提肯定没有尖好，这是怎么会提呢？对啊，不会提，可能他只是陷入就是少一枚劫财，但实在是想把子放在这儿。对，不差那一枚，真是不差那一枚，总打不赢这个劫了。白的不可能打赢这个劫。我感觉这个差好多呀，这得走过来插手棋。对啊，还挺难缠的感觉这个图。我们看他的黑棋是点了找劫，这样我感觉啊，白棋可能就不长了，打完搬这个算了。那他可能就得找上面的劫材了吧？他搬这个劫串损的也够力。也不损，他搬到一下，但是这个棋形也是很有问题。先打着吧，先看看这个提劫黑的点，白棋粘上。然后黑的提过来。对，白的这肯定是没问题的，打一个应该。这枚迟迟不找，留着最后当必杀用。对，这边还剩下一二三四，还有四枚，五枚，那还是挺多的。几不是劫，几不是劫，点不好说，感觉看外面厚薄了。如果说白棋这一带还有子的话，我觉得不一定是劫。五枚劫。白的打完扳，扳完打吃算三枚，那顶一个四枚，差一枚啊。那白棋找什么呢？差一枚。但我们看，如果这边白棋是这样出来，我觉得这棋形是不太满意。如果黑的消掉，其实就不满意归不满意，形势肯定是白棋好，只是觉得。下的不完美而已，因为本来这个子如果在这，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个子的区别呢？就这个子在这，我直接爬过就完事儿了。没那么多事儿。我精益求精，我还可以先靠完再爬过，我再靠完再加你。对，这就味道特别好，什么事儿都没有。是的，我就可以长出来找劫了。而他现在提在这儿，想了半天，
不知道，有可能还是场，有如果你还是场的话，这就差很多。你只能对，因为对还得再换一手棋，可能是被黑棋走到外面，对黑棋就跑到外面去了，局面就变得复杂了。但是我觉得优势还是还太大了。现在我们跟一下进程是到了打吃完了提劫，然后把黑棋应该会找这个，找这个提掉七，这总是提了。然后提劫，对，就是这样，一二，黑的还有四倍，这样白的是不是好像就得找上面，可能得走完了从上面过来，那有长好吗？不知道，他也是要做一个抉择，对，看看他的选择吧。现在就是长的话，他能保证这个地方他劫材是够的，然后就是看他之后的两手棋效果怎么样。如果搬这个的话，我们刚刚算了一下，可能是白棋刚好差一枚劫，找上面的劫材感觉不太理想，这样的不是很满意。因为跟我们之前说，如果能把这两个子吃掉相比，那还是白棋差很多。所以现在就看白棋是长出来还是会怎么选择。现在就下到他打吃，好像还没提劫，还没提呢。白棋在利用这个读秒的时间在做转换的判断。其实高手在打劫的过程当中，很多时间都是拿来去做各种图的判断。看看这个棋手的画面。红鸡标是不是感觉到了一丝转机？顶在这儿真的差很多。对，而且我当时看这个题下的挺快的，我觉得他是不是可能之前一直就在想着省劫材。但我总感觉这种棋形其实职业棋手看到第一反应还是在这儿，我觉得这儿的棋感反而是少的。对，是在这儿，应该是我在这儿棋感是有的，我确定我打包你了，我肯定在这儿嘛，但是我是肯定打不过，我为什么还在这儿。对，很怪，因为这个感觉真的是差半手差一手棋的程度。对，这个有点，对，因为他这个子在这儿，他现在他实战就这样，他选择了搬，那他真的是准备收上面的木数了，他选择了搬。那这样我怎么觉得这棋好像对黑棋来讲又漫长了一些。所以找劫打这个好，打这个好，打我提回去然后放着哪个好也不好说，关键我觉得白棋自己棋有点紧，这个图不，这棋只能找这枚劫，是不是也有点苦啊？太不能满意了，我觉得现在倒是黑棋的这个坚实发挥了它的作用，就原本可能不坚实也不能像人家样就因为坚实太慢了，那坚实。看他实战，实战那这样只能看他上面两手棋怎么定型了。不，这种就别藏着掖着了，走掉吧，让黑棋找劫啊。黑的找劫肯定比白棋对，黑的找还是损的，白棋找找这种。对，该走走啊，一直留着。就一枚两枚了，黑的一枚两枚三枚，实在是没有差一枚呀、就是这样。如果是在上面定型的话，两手棋能干啥？怎么最好？其实我觉得可能也就是这样，怎么搬一个之类的。就这了，这没别的了。因为这边的间距太宽了，就是对白棋来讲，你这样无论如何怎么去分段啊，没什么意义，就自己还挺薄的，感觉也就是可能怎么再围要不就算了。这两真的有大吗？这两个黑的搬过来是不是？要不就打这两手是打完了你提我下一手打完了再走一个。对，其实也我觉得这可能也就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劫材的问题，黑棋不是不能出来的。对，你只能提嘛，提然后我就走一个这个再来一个。哦，这效果也不错，我觉得这还挺大的，这个棋形效果肯定没刚才好，但是对应该这样厚了，这棋形也好说，这样要提我是不是直接就提，我觉得提很大、直接就提了，你粘上我还薄呢，直接提了，这挺大的，感觉还是总是白棋赢。哦，对，这样其实这个中府的目我觉得白的全盘就四十目，我感觉白的这个地方围个三十目感觉不过分吧。
哎，我觉得这个图好，这个图厚，这个、图厚比那个好像在上面走两手，对，那个乱，这个、薄薄的，哎，对，这个好，这个好，对，看来徐家园还是有自己的想法。我们看到他现在等于是，他是打直接就打、这个、走完，对，然后踢、这个，然后他就打这个嘛，对，这个黑棋要踢回去，然后踢黑棋断，对，然后逼黑棋再损一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地方白棋明显不止十目棋，因为经过黑棋这一番召集。这个不走掉吗？其实我走掉觉得黑的打一下也是损的，可以这个劫走掉，就这个打完棋吧，打完棋还是白棋好，也是，对，我觉得这个打住好像这个地方的木，而且对整体的厚薄，打住会比较稳妥，我觉得，对，白棋在考虑要不要打这个啊、没必要吧，不能，没必要吧，打到一下，打得到吗？那确实也挺大，就是你要踢我就踢了，把这打住，可能也是，这也逆收不少目，我胜了这手棋，是吧？我也吃了一点，也行，看他了。打也行啊，算了算了，我觉得还是这样，对，无所谓吧，那个，不要在意那些细节。对，现在就看徐家园应该是打的题，我觉得打的题是应该是最好的，在外面走两没有打的题的。对，主要实在是上面这个地方两手棋一点都不帅，好像没有什么很酷的，没啥。对，你别说，现在这手扳看上去还挺便宜的。多了个上面的打还是有点用的，对中腹好不少。对，不过这个，哇塞，妖娆啊！扑一个。我想想，这是挺妖的，挺妖的。那黑的劫是打哎，那是不是打爆了呀？一枚，还差一枚，一枚，两枚，然后这里面有劫材，这还有个扑，对，腰啊，这个扑还挺下的挺好，打爆了哦，那好像人家那就是看这里了，这里扑一个，好气，好气，好气！有必要吗？感觉这个很妖娆，不过他老师也不亏，反正都是黑棋。他这个想法不是亏不亏啊，他决定了之后到底是打了提还是放黑棋穿出来继续杀。哦，对。不过他要是从吃棋的角度，他这几下倒是也便宜的，也还便宜。黑的肯定还是要立的，这下还是要立。得立，不立劫更不够。看看啊，这边出来，出来的话，我粘上黑的，然后怎么出的问题。但你这还得补呀，你这个只有挤在这儿补。啊，我就或者挤在这儿，我怎么感觉？那我直接挤在这儿。对，你单挤这儿也行，也是先手。单挤这儿你飞，觉得要死吧？或者我是不是想从这边飞啊？我这边是不是没有这边厚？我踢在这儿的话，我飞这儿你也是从这儿出不来啊！你靠，我扳断你。这都提到这儿了，这白的是活的，我感觉黑的好像还是要死从这儿出来。是的，放出来继续杀。不过我们根据刚刚的判断，其实白的吃住也是乐胜，应该说这也特别的简美，就是实控黑棋。黑的没有够的道理，捞了半天其实实控也没有特别的多黑棋。
当然他总是先提，而且这很爽，他提你还得再损一下。嗯，这都是我很愉快的。真的损着损着这块、啊、这个还打到了、啊、打到了立的时候打想都不想就粘上，不粘被踢了也是惨败，想都不想就粘上，然后来吃，我也总是要吃的。打到了的话那不是这地方啊、哦，不过我这粘也还行，差不多差不多。但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看着还是挺凶险的，就不像不太好活感觉，那就是要死、啊、原来是屠龙，对不起不跟你说就是要屠龙。嗯，对，现在还没有下到这个吃。嗯，经验继续的验算，其实都想清楚了，这之后的十手棋我感觉双方应该都看清了，但每手棋依然非常谨慎的一分钟一步。嗯，这都是读秒时候的功夫。是的。而且让我联想到之前，不是米玉婷九段有一盘比赛的这个题解、嗯，可能就是在这个屏幕上的时候，可能比起面棋，比起线下的比赛，还是有可能出现这个。嗯，起错地方，对，这个虽然是有点挺不可思议的失误啊，但是确实是因为线上嘛，包括像在上一届农心杯，这个朴廷桓最后鼠标点不上去等等的，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情况。这样黑棋提解，提，铺这个。总还有这个，总归是最后找这个了，肯定要、嗯、现在要找这个，这个损结还得放到最后。哦，但你要是铺这个黑的也有可以，这现在是这样，你先找这个，我、哦、看懂了。对，只能找先找这个，然后问你找哪个。对，你找那个的话，还挺妙的。你可以找这个。对，你找这个我就不吃你了。你找这个涂不了龙了，你挑这个白的不能找这个了。对，如果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找这个，找这个你再粘我是不是又偏一点？这样黑的粘这个，如果我消劫的话，我就不提这个了。对、嗯，就是我本身应该提那个。消劫的话，一粘这个杀气，白棋差一气、嗯。我一走，嗯，打完收气，差一气，所以这个地方粘就失劫了。那我为什么要打这个呢？为什么不先粘？啊、先粘你还没铺呢，我不能先粘。先粘不是劫，先粘你就损目了，也损目。先粘我提了死了。哎，不对，哎，是死了，死了，死了，提了死了。所以这地方找劫的次序还是有点那黑的还只能打这个，嗯，黑的只能打这个。对，反正白棋的关键就是先找这个，嗯、不要把这下找掉就行了。你打完这个，我就不找这个了，我就打完提那个。对，现在等于就是目数越来越多了。对，我们现在可以看看之前，如果说粗浅的算这十目的话，现在白棋已经啊好十五目，可能还、嗯、还多，因为看白谁先收到这个。对对对，十五目可能还多。嗯，那这个这地方，这个黑棋找劫过程大概亏了有一个天目。对，我觉得黑棋劫找的都挺奇怪的感觉，找反。那他这么找劫多呀？啊，对。他不奇怪，可能死掉了。所以人就是他的这个题可能是看到了这个扑。他是这他，我们就没想过。对，我们总觉得尝出来就很满意。他是想着这地方好多劫，他顶扑啊、嗯、顶啊扑，他连这个扑都算上，他觉得这还有三枚。是的。嗯，所以确实我们等于跟他的出发点不一样。对，就提实战也是这样的，白棋先找这枚然后提回来。对啊，白的就得黑的打这个啊，黑的只能找损结，找损结白棋就算了，应该这样、嗯、这样就不扑了，局面战线拉长。嗯，但现在还有一个悬念，就是白棋究竟是选择在上面来一把飞刀，还是说就后势的收控。嗯，打完提、这个、我们都觉得打完提大。嗯，那个飞刀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飞刀，那个飞刀杀伤力实在是太小了。嗯。嗯。继续蹭。嗯。嗯。不过从好像从白棋的风格上来讲，它相对来讲就不是特别稳健的风格。嗯，
就是也一改我们对日韩棋手的这个印象，好像韩国棋手好像很凶一点，日本棋手本格派，对，这盘棋我完全是颠覆了，反过来了。是的，而且再加上洪基彪九段昨天的表现，应该说他才是一个非常稳健的一个风格。对，现在看白棋的选择，该收兵了。对，难道说，哦，对对，但黑棋粘也不损，应该不会粘，你吃回来也不便宜。那应该就是白棋看怎么外面走两手。要不要吸你的几个？在这种地方找劫打，打也先手几个怎么样？这个哈，粘上。那我粘不是劫是吗？粘，我至少打到这儿吧。啊，几个逼你再来打我一下，是不是交换便宜点细腻吗？不便宜，便宜吗？不重要，没必要吧？太细腻了。那就还要怎么样呢？啊，搬这个。嗯，我就刚刚在想，他是不是觉得这样倒是先手走几下也挺大的？哪儿大了？就先手吃了几目，二四，先手吃了九目。九目。哦，然后再破了。十一、十二、十三。啊，也还行。行什么呀？哪儿行啊？这样不是本来这样吗？一共就十三目棋，这样是算先手是破吗？不对，这是后手。本来你搬我一下呀。嗯，然后我本来是个后手关子是吧？对，你不是你走完之后，你到底是你打完粘你就脱先了？那我还能怎么办呢？然后脱先我团一下，你吃在这儿。啊，对。九目，黑的是少了一二三四目，就十三目，就是差十三目。这粘上这挤一下，这可能有一目，五目，五目九目十四目。对。然后我把这打住嘛，就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求个十四目，就走了一手十四目，只有十四目大。但主要这黑的没有办法硬了呀，黑的迟迟不硬了，不，黑的不管你了，对，你就这样也行吧，反正白的可能觉得这样好那这样他应该会打出这个了吧？这他啊，那走完了打出吗？对，就这样吧。他可能觉得这样也简单，你一粘然后补一个。可能我这个也看得挺清楚的，对，也这样也行，也行，都行。可能还是之前的问题，就是都行，下法很多。嗯，因为这样的话，黑棋等于黑棋目在哪里？黑棋都黑棋哪有？黑棋这个一二路混合爬行，黑棋只能说浓眉死，算蹭住了，还得填回去。这有一目，哎呦。木挺饱满，两木，三四五都是体色，这没粘上亏一木，为啥不粘啊？亏了一木，还真的是，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木七十三十四。三十打回去四十目嘛，就四十目出一点点头吧，四十一四二的样子。这块十五目至少九目，这九目二十四目，这边有个五六目肯定有，肯定有。那三十目反正还是那个，我打完了这边，就看这围多少嘛，对吧？围个两三目够，两目在这儿呢。就不为是稀奇，就是这地方白棋是赢出来的。嗯，就是这地方如果一目棋没有，这棋挺细的。对，这差距好像太明显了。盘面不会够，这棋。嗯，这棋黑棋盘面不会够。是的，现在就看白棋怎么收束。我觉得是大吃吧，这个太大了。这个不大吗？大，主要大吃，我们都觉得黑棋会粘。对。那你干嘛不大？看他的了。嗯，哦，看现在洪基彪的表情，他好淡定，我真的很佩服这形势。你看还是打，对，我觉得可能白的就是这么想，白的可能就觉得他既然要打，他就觉得这边吃点也行，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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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这个
这个怎么都是这个棋，白棋如果赢不下来，就是白棋厚成这样了，打勺的空间都没有啊，优势又这么大，好像我对，但是这毕竟是龙心杯嘛，感觉黑棋可能也还要再拼搏一下，虽然这盘棋真的我觉得不知道拼搏的空间在哪里，看他心情了现在。对，这个是真的很痛苦，我觉得首先现在就是粘真的挺大的，但是粘吧总觉得得粘吧，得粘吧，粘又不粘这一题更没有减勺的地方了。嗯，是这样，是这样，是这个题回来，题回来找白的就全都厚的 厚成啥了都。嗯，题本身也很大。是的。这盘棋确实真的，如果说黑棋就这样输掉的话，可能也是给棋友们做了一个负面的这个，就说棋还是不能这么慢，这么的稳当。就黑棋的布局的速率啊，确实是慢半拍。对，嗯，确实。所以也告诉我们，棋理还是对的，就是如此违背棋理的下法，还是不能赢棋的感觉。嗯，确实，白棋好像。我们刚刚说这地方围个两三目是吧？我总觉得这都是这样子数目的这个地方。讲道理应该是二十目。嗯，对。然后黑棋现在收官。嗯，我感觉还是很稳，不慌不忙。不过当然，白棋也不能就是把自己当成那种。就是也不当成白棋就正常，比如说这种我就扔一扔，也挺大的呀。嗯。别死棋，然后下在木上就行了。只要这地方断点不出问题，白棋就死不了。嗯。棋往哪儿死啊？打完力，防一下，不然打完力有点尴尬是吧？吃一个算了。对，其实是走一个，好像中府的木也挺大的。打完力有点，这有点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应。嗯。吃一个。这主要这三个也是可弃可取，感觉。嗯，都可以。对，就看黑棋怎么吃。不然我就打了飞就行。嗯。很轻，其实白棋。嗯。黑棋不好操作这个局部。哎呦。这白棋的招法很积极。嗯，这还是像他的风格，棋还是得这么棋就该这么下，这才是该黑棋这个下法，这布局的下法确实是，就把主动权交到对手手里总不是个不像这个顶尖棋手该有的思路啊，我觉得。对，等于说你就是把这盘棋的选择权交给对手，对手犯错你才能赢，那对手如果下得好一点，你就已经陷入被动。这个看，觉得这个棋要 白棋还真是有利，那黑棋要是走好，白棋还有可能把黑棋断了，这边反而好像黑的，管他行不行了，还能怎么搬？这不搬吗？那我断了。再说吧，我也不知道，但是不搬这下什么呀？对，是啊，黑棋都这样了，你黑棋如果这盘棋他是能退一个，我就佩服他啊！对，不能退，就是吓死我。你断我都已经，我觉得黑棋已经不算了，你断你就断呗，你断不行不行就算了嘛。嗯，是。白的是反扳，白的也没断。嗯，对，我刚刚看了一下甄子，其实我觉得断好像也，不知道黑的要干什么。嗯，感觉都行吧，可能随便。嗯，这会儿确实白棋下法太多了。这个黑棋，可能白棋就是想把这边都封锁住。嗯。现在如果黑棋长的话，它是会走，它是就要压住吧？啊，就简单，简简单单。
呢？哎，黑的不能冲断吗？冲断给你了，冲断我就搬外面。啊，没多大。这现在得围多少呀？这个，刚才我们说，不围差不多，这不得四五十亩啊？嗯，虽然黑棋也长了小二十亩，但是没多大，中幅。确实感觉白的其实有点没必要，总觉得白的好像为什么要给黑棋有拼的机会？为下一盘棋，做准备，帮助。这样我下的是锦旗，这是什么？这我现在白的拐下去吧，可能。拐啊，就可能就是这样。这样你吃的小一点，我走一走，说说外面，可能。对，就这个目的。嗯，就是大概如此。我怎么觉得这局不黑的又亏了呢？这黑的吃着啥了？虎一个。我就粘上，先打掉呗。粘吗？还这怎么干？粘完虎还先手？这黑的，我是说，我感觉局部黑的又亏了，我是这个感觉。好像是，这好像就挺舒服的嘛。粘它得打拔吧。哦，你还是打板。斩我冲在被你那个二路虎一个先手，我还下不下了。那但不下也是正常的。那还是前面的问题。那斩还是要打拔。那我如果直接走外面，直接走我闭着眼睛断上去再说了。这里面，管它里面是，应该是快一气。但说起其吃，其实也没吃多少，一共都没吃多少。白到外面再还该白棋侠围一手飞到了天上感觉。嗯，好像这白的下法太多。嗯，怎么下都行。白的走什么？白的还没走。怎么下都行。打掉吗？这打掉看看白棋都行都行都行。对，嗯，应该说这盘棋还是黑棋的布局真的不能这么下，就是从头到尾的被动感觉。是，其实我觉得贴他布局这步贴反正问题挺大的。嗯，贴回过头看哈，这个方向就是其导致被动的主要原因。感觉就是他贴白棋贴，然后他又飞了个这个。对，然后再被白棋两一张开之后你就必须要进去了。也就是说这两步棋其实不是，无论是从你贴起来之后，从结果来看，白棋这一贴其实多两个子，后来他跳是先手。那我觉得你还不如飞。等于说白棋突然在这多了个贴，多了个跳，多了个拆，然后你打入完跳，我一阵头嘛。嗯，是我这地方多了三手棋，太奇怪。他是在这飞了跳了贴了这个，除了这步飞有目数的价值，这步跳跟这步贴连价值都看不上，有啥？对。而且我觉得之前丁老师说，就白棋如果不选了这个图，这边后了以后，其实进来的话，感觉黑棋这个子位置也很奇怪。也很奇怪，刚才尖冲。对，从这边进来就觉得黑棋走了很多手，但是都没有下在位置上。对，嗯，棋形都不好。是的，看实战。其实我是觉得他棋形不好，跟他这个定式方向选择不好都有关系。他不打这个，他直接把会积极的多。他打一个跟拆边交换。他后来是觉得拆三跳下之后他怕打入呀。嗯，他怕打入他才补的吗？那其实回过头看他就不逼，比如说先挂角，因为本身这几个子其实没那么担心。是，那他这个他觉得他又觉得这很大。嗯，是，就感觉就是慢半拍，就是从头到尾慢半拍，就是黑的先走上面再缓了一个打了一个，然后白棋拆边他也觉得这条边大嘛，就永远在后面，永远在后面，哪条边都是白棋先动手，这条边是白棋先拆的，这条边白棋拆到了，这条边白棋先动手进来被别人攻，就所有的边都是白棋先动。是的，打吃。对，这刚刚说了粘上，好像白棋无论是走外面还是粘这个都很难过，所以他是选择断吃。这就不难过了，这是什么？这个，这是。哎，其实我怎么觉得我他欺负白棋没劫财。哦，也不知道啥意思，白就打、你是走没劫财是什么意思？我这打了，我不是进去了吗？是的。那黑的又走到啥了呢？打我立下去，直接跟你玩。哦，不是，不对，立我虎一个，你提我粘上，跟你打个无忧解。
赖着什么意思呢？这棋？嗯。哦，算了算了，不要搞。怎么都行，没有什么意思，黑的就是。对，因为就给切嘛，你看这个局部其实也不知道黑的在干嘛，就是这个。我就说这一局部怎么看黑的又亏了呀？对，白的这不是进来了吗？这因为现在你打了退，我受气嘛，你这三个也吃不了我。也就是说，黑的这样的走到啥了？这黑的，就如果局部来讲，然后刚刚丁老师说，如果黑的立的话，白的可以虎，你提我就随便走一个。这个劫对黑棋来讲，白的无忧劫。对，所以就是说，首先白棋局部，黑棋局部是有棋的。对，但是白棋说我这棋反正不就。防住最后一个觉得有点不知道该怎么下的，就你打完一粒其实怎么着，但是就局部有点麻嘛，我就补一个。现在这个进程发展，我感觉丁老师说的这个四五十目好像不是梦啊，这个中央已经就差这个口了，就差这边那个口。对，这应该是不能下了吧，我觉得还是得下棋，还是得下。觉得他真的堂堂正正，他不感觉确实应该是让我们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棋手了，因为这种风格还是比较少见的。不过倒是白的真的也很稳，白的稳那是应该的。这样黑棋比我们刚刚相比，如果他能提到这儿的话，还多围了20目可能。20目棋这个东西，现在这10目、20目、35目，可能白的再抽空把这个飞一飞。都行吧，白的确实也是稳，我不多围一路，不需要，少围一路。推，不要有断点，非常稳。我们看现场的这个红旗标，看不出啥。从两位对局者的表情上，真的看不出输赢。提了一个。提还是很大，要不这被太大了，这不太大了，这提。这黑棋想着以后黑棋要打上去。我觉得白棋的这几步这个还是稳的厉害。这对，好吧，看看他们后续的手术了。现在哪里大呢？白的真的要防黑的打上来的可能。所以说觉得白的就这几步被如果被黑的牵手跳一下，其实还挺不舒服的，总感觉棋形不太满意。但是跟着走呢也觉得被黑棋牵手便宜。其实跟着走就是没心情，你也不是不能跟着走。跟着走赢是总赢了，就没心情。对，往往这种没心情容易出事儿。对，你不走被人打上来。而且其实走在这儿这以后这立完收起吃，有价值，挺舒服。但问题讲道理，这个棋正常是应该白的把黑棋打回去才对的。对，但我觉得白的也真的是，如果这个再被黑棋这样提过来，那不会，那不能，那不能。对，黑的这边也说你不是这么提过来，一会儿再冲死，全死光了。白棋找没解。这个没毛病。提回去，这还有劫呢。提回去。对，因为现在黑的这都不是先手。那我也找啊，你找我也找啊。损了是吗？那叫我劫无敌了。那是劫无敌。损的不多吧？还行，那还总还是损一点吧。应该还是损一点，因为我可以马上走这个，好像也差不多。13稍损。但有点下不出手，黑这个。那下不出手没劫了，也不能被打回去啊。对，打这个。这一打会不会有点这亏吧？不能打这个，打完这边不一样。那不能回去啊，问题是。黑的没有这个不是劫哈，这种应该不是劫。
这个好像还没那个大。这不是，这不是。嗯，他不走白的就进去。现在虽然白的可能不一定虎的进去，你提一个，其实白棋可以吃一个大姐，就吃一个挺好的。逼你冲我一下。那够看你怎么走，你很麻其实。对，我粘上总有一种亏的感觉。你冲完怎么冲完加我？不见得便宜，冲完加。加好像什么土豆。对，这味道不见得便宜，冲完加我虎一个不是变成先手了吗？嗯。里边。啊，黑的就小飞啊。那这打进去不大是吧？到最后依然要稳字当头。那我觉得现在白棋点一个挺舒服的。对，只有粘上。就我问你一下，只有粘上。那我这样。打完套打完虎在这儿，我是不是对你还能？没必要吧？你还要干嘛？还要对黑棋？算了算了算了，不要太多追求，容易出问题。这个应该是啥意思啊？这打完一虎呢？没有，现在你不是可以退出来了？怎么退出来？退出来我杀了你，贴死！啊、哦，对对对对，哎，那啥意思啊？黑棋没啥意思。哦，对我自己说的我都忘了，没啥意思。那这黑的下啥呢？这是。也没办法呀，就是这样。对，那这白的好爽呀、啊嗯，这白的木。嗯，这盘棋它应该也差不多该。差不多了吧？下得成这样，我都不知道争胜在哪里了。稍微总结一下，咱们的直播时间也差不多。哦，是的。对，这盘棋肯定是白棋赢了。嗯，应该是徐家元完胜的一盘棋。黑棋还是输在布局，我觉得这个布局的行棋思路还是有问题。嗯，从头至尾白棋掌握着主动权。嗯，完胜的一盘棋。是的。嗯，觉得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的两位棋手的镜头啊，感觉现在徐家元是比较、虽然棋局还没结束啊，但应该后面没什么变化了，应该就走个一下，优势还是非常大。嗯，这没有什么。啊，那就是差不多。嗯，总之是下成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打过一下，没什么用，无所谓的。哦，打一下是便宜在哪里？这、断了。没关系，现在打下不亏。这个输的非常多了，已经、非常多。那我们。这个棋确实感觉，可以看看黑的还、难道还要继续吗？我们可以提前宣布啊，这盘棋是日方的这个徐家元八段获胜了。明天我们期待着中国棋手的攻擂。好，那这盘棋呢，也是应该还是体现了，就是黑棋真的不能从头到尾这样下吧，也是给棋友们一个借鉴啊，就还是要积极一点，然后按着棋理来下。好，那这盘棋呢，我们应该说到这里吧，就是根据我们之前的判断，白棋应该是赢得非常非常多了，在这个一线棋手之间应该说差距非常大了。对，非常非常，就应该说差距很明显了。哎，其实看到黑棋这也没有什么悬念是吧，丁老师？他又走了几步。没有悬念。但是确实从屏幕上黑方的这个表情来讲，他还是也就是因为为国出战嘛，农心杯嘛。那我们由于时间关系，后面就后面因为我们今天这盘棋他这个后面时间还 OK， 还可以，我们再是吗？对我们可以再看他挣扎一下，但确实这个棋应该说可能50手之前，或者说他一直都在挣扎呀。对，就是确实是不太黑棋还是之前的问题吧，但是我们也跟棋友们一起看到最后。不过从这盘棋也能体现出白棋还是很有实力的，不管我们明天中方谁来攻擂的话，我们也是不能掉以轻心。虽然我们是很强的，对，虽然我们是肯定很支持也很看好我们中方的阵容，但是这盘棋也是体现了白棋还是下的挺好的。这还有啥下的是吧？我们
要不丁老师再给大家看一下输的有多少，直观的感受一下。这还要点墨、啊、你就粗略的大概的粗略，这道天幕肯定是不够啊，就是已经不是盘面棋的问题了。不可能是盘面棋，白棋盘十至少吧，我没点啊。这棋如果白棋没有盘十，可能我觉得对棋感有问题。嗯，这一串我觉得黑棋又亏了呀，这棋白棋怎么会，我感觉白棋好很太多了。嗯，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十，黑的四十五目棋，黑的四十五目。刚才你说啥？这块十五目，这块九目，二十四。嗯，都不知道怎么点。好，好，我二十六，十五十五，五十六，六十六十五目吧。盘二十吧，白棋。非要点一点，那应该白棋，白棋接近盘二十，可能没那么饱满，反正盘十是肯定不止。有点错了的感觉哈、突然觉得。可能不应该让丁老师点一下，这个好像有点太直观了、这个、这个差距。对，这个局面说要点点墨，那可能可能我有点对不起黑棋，没有想过这棋他怎么说，白棋盘二十厚的跟铁一样。是的，确实回过头看黑棋这一串等于就长了七目棋，这一串是那对，那白的中央和下面包括这个走进来，黑的没有长七目棋啊，黑的本来就抢到这个拆二，黑的木不长甚至于少了、吃到这儿木都没了，黑棋的木可以说是少了。确实黑棋不是长，嗯，黑棋上方这木全没了。对，这个差距好像太大了、真的是。这次比赛我们等于说剩下的阵容其实确实三支队伍都很强。嗯，我们日本是通过指定派出来的阵容，然后日本的话应该基本上我们熟悉的那几个名字，像井山裕太、枝野虎丸、伊利寮、徐家元，然后我们中方是等于像柯洁、杨宁星、唐伟星、啊、范廷玉和顾子豪、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全世界冠军阵容嘛。对，而且都是状态比较好，在刚刚结束的王中王也是柯洁和唐伟星、中国的阵容咱们棋迷从来没有担心过谁出现都很强，都很强，中国的厚度摆在这儿，对，谁出现都是可以的、是的，黑棋终于拼搏了，我们看到了黑棋整盘棋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种拼搏的一手棋，然后可能死掉了。是的，活不了。那可能是找一个头场的感觉。 这头场还要找吗？一直都摆在那儿头就是了。其实我有点好奇，就我觉得今天这盘棋确实有点，黑棋还是可能我觉得发挥有问题，发挥有点不像他的实力吧，因为毕竟韩国预选也是五轮嘛，然后韩国的从棋的质量上来说真的没有给白棋造成任何的麻烦。嗯，也不是说他也不是是说一个局部亏很多突然之间崩溃啥的，感觉就是温水煮青蛙把自己给煮死了，自己煮自己。对，一步棋就一直特别温，特别慢吞吞的那个样子，走会儿就很被动了，从头到尾被人撵着赶着走、这根棍子打结活总不能行吧。等于说黑棋在这一边居然这么多棋子的效率，最后可能刚刚有一度点目才十四目，实在是哎呀，有点替黑棋感到难过。这个棋这个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死了呀。嗯，这个死的那是一个干净呀、对，韩国如果今天这个洪基标输掉之后的话，还会剩下他们的等级分前三，也就是申真旭、朴廷桓，然后申敏俊，加上外卡的江东润，也还是非常有实力。应该说农心杯确实是大家非常乐意看到的一个精彩的赛事。这棋白棋是粘上的，不是退好，无所谓，都行，是吧。腿吃的大点，才发现白的这里是这样的，也不知道到底在跟哪一块。
有想法啊？不能再下了吧，这个好像不能再下了吧。终于感觉到了，可能他也有一点点，哎呀，这个真的不知道怎么再继续了。应该是认了，从现场画面来看，因为我们现在是实时画面嘛，他这个画面应该是不是还在读秒？他结束了吗？应该结束了吧？哦，过了有点久，也没落子。看看他的状态。哦，对，因为这个比赛是双方都在各自的国家进行，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复盘。结束啊，应该是现在选择结束。我觉得看他用鼠标是不是？应该是。啊，哎，好像我们看一下他的画面。结束了，结束了。是的，是的，确实，那这盘棋的差距确实比较明显，应该总的来说还是黑棋前面的问题。完胜，白棋完胜。我们刚才也都总结了，黑的布局确实有些问题，然后棋形的处理，这就是跳跳跳跳跳，一直单关跳，就等着对手出招。就是我们这盘棋一个也算是一个给大家提个醒嘛，就是凡事把主动权交到对方手里，不是明智之举。是，尤其是作为应该积极的黑方，所以这盘棋应该说黑棋的发挥不是那么理想。但反观白棋，应该在对手这样的表现下也是牢牢掌握着局面，然后顺利的拿下了这盘的比赛。对，好，那我们今天这盘棋呢就为大家解说到这里，明天呢将轮到我们中方棋手攻擂，那也请大家继续同一时间关注我们天元频道的赛事直播。好，那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再见。